南韩球员金英权在与德国的比赛中，于下半场伤停补时第三分钟时进球。欧新社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本届世足赛的小组赛已经正式落幕，总共48场比赛，122颗进球之中，有多达20颗球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，比例高达 16.4%。 请继续往下阅读。根据统计，自1958年世足赛引进伤停补时制度以来，伤停补时进球占比率最高的是上届，总共 10%。 而本届还未开始淘汰赛，伤停补时进球的比例就已经高达 16.4%， 远高于过去记录高比例的伤停补时进球，与采用 VAR 技术间接导致补时时间增加相关。本届世足赛在小组赛48场比赛的平均伤停补时时间就已经超过6分钟，高于2014年世足赛64场比赛的平均 5.4 分钟。